一直都在学习，给自己充电，尤其在表演这一边，影视这一边，我会下了很多的功夫。那现在有很多剧本也是在看，希望说今年尽量会跟大家一起见面。啊！尽量啊！好的，我们会期待你的新作品的。小季啊，小季啊，这个韩庚要出新专辑了。 啊！而且这期节目啊，你要锁定我们的预告要看哦。韩庚在现场表演了一段京剧哦。别忘了七月份还有演唱会呢。那演唱会会不会来浙江呢？看情况喽。好吧，看情况吧。好，那小季，等你哦。 感谢你对永乐会的关注和对韩庚的关心，那时间关系，我们就挂线了。随后呢，我们会送上一份精美的礼物。再见，好，再见。来，现场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自由向韩庚面对面的进行提问。来，我替你拿这个。你是来自日本吗？对。是吗？是。 中国话，会说的，喜欢他，学的和朋友学的中文。中文啊，像韩庚一个问题，就是怎么样可以把中文说得更好？还有韩庚现在在练舞，从日本给你带的贴。 嘿，贴脚，然后夏天热的贴凉。怎么称呼你呢？小林。小林，啊，他先问你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中文说好？这问题你应该问我。对呀，我说应该问勇哥，我的东北话这么浓。但是还是不错啊，是姑娘的一片心意。嗯，她带来两份礼物，一份呢是贴脚，因为跳舞的时候呢，脚可能比较疲劳一些。嗯，还一个呢，就热的时候呢可以贴凉，啊，你跳舞用脚，我站着也用脚。但是呢，我说话吧，不如你跳舞那么使劲出汗。这一个贴脚的，一个制冷的。 你说吧，你选哪个？不，勇哥，如果你要喜欢全拿走。别，人家送你的一份心意啊。那送我，那你还要选一个，那直接都给我就好了。姑娘，欢迎你来中国。谢谢。你吃过北京的烤鸭吗？吃过。好吃吗？好吃。还想吃吗？想。我请你吃。去。那你把这两个。给韩庚。 来，你亲自给他送上去。啊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。来，姑娘，永乐会银色的挂链送给你，做个纪念。谢谢。 谢谢谢谢，以后学中文可以找我。谢谢勇哥。韩庚支持你的不仅有这些妞们，还有我们骑士。一直以来你都是我们的好榜样。同样作为一个80后，你的坚强执着一直都是我非常佩服的。然后在这儿我想问你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？ 然后对于我们这些正在奋斗的80后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说呢？其实我很想说，大家不希望大家成为一个盲目的去追星，去一个很不理智的去一个追星，去一个这样的一个人。我还希望说大家能像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，像这样的一个缘分，大家能。 团结起来去做一些好的事情，比如说去做公益活动，去帮助更多的人。
其实这些礼物呢，这些钱都可以去集在一起去做一些公益的。真的。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做，而且我们会继续做下去。所以我也知道你们一直在做，我说很开心，很感谢。所以希望说以后有更多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去做公益活动。我希望有什么难处，大家都可以去约我去，不怕。会的。好，小伙子，谢谢你，来。金色的挂表送给你，留个纪念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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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知道大家的问题啊，要问的话问到明天天亮。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啊，离不开大家伙的帮助啊。那有什么心里话，想跟自己的粉丝们啊，就是好朋友们，去分享分享。其实。从出道大家这样一直关注我支持我，我觉得他们给我的力量是很大的。我觉得尽管是就有一个人去支持我，我都会尽量去把这个舞台去表演好。我觉得这是我的工作，我也不求名不求利，我只想把我的工作做好，让大家更多的人去喜欢我的舞台的表现还有我的歌曲。也希望大家通过这些事情，大家团结起来做一件事情，带给大家音乐的享受啊。HanGeng呢今天也为YongLeHui呢带来了一份自己的礼物，来拿下来。韩庚解释一下这个礼物吧。其实这礼物很简单，这是一位歌迷过生日前面送给我的。一个歌迷，你过生日前送给我的一个项链。因为我觉得大家一直都在做公益，我也知道，所以我一想说和歌迷一起把这个心意去献给公益，就做一些好事情。好，来，我们。签个名吧。好。那这个就是我跟我的更犯一份心意。这份礼物呢？我们是暂时替HanGeng呢保存在YongLeHui，在YongLeHui爱心特别制作永乐大典的时候呢，这份礼物我们将以HanGeng个人的名义进行一拍所得的也将会以HanGeng个人的名义捐赠给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红十字书库项目，让更多需要读书的孩子们有书读。头部呢，我们也会回赠HanGeng一份YongLeHui的徽章信物。如果HanGeng在方便的时候，在永乐大典爱心特别制作的时候呢，欢迎你光临现场。好，谢谢。每位光临的嘉宾呢，都有佩戴这样一枚信物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再次感谢现场的朋友们，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感谢HanGeng做客永乐会。这里是永乐会，我是李勇，下周见。